湖北襄阳城上挂着一颗皎洁明月，仔细瞧，月亮上头还有千里共婵娟等字眼，原来它是一颗人造月亮。我们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人造月亮，直径有直径十公尺的巨型月亮高挂天空，吸引很多民众拍照留念。而其实这种人造月亮是一种填充气球，很多商场用来装饰摆设。除了月亮造型，还有玉兔可以选择。这回爬上湖北襄阳城，连大陆主播都惊叹，超逼真。你别说，这拍出来还真的跟真的差不多。不过在大陆要赏真的月亮，大陆媒体则力推这几个景点。长长象鼻垂入江中，这是广西桂林象鼻山，同时上榜的还有武汉黄鹤楼。一轮圆月悬于天际，皎皎月光洒向人间。站在千年历史的黄鹤楼旁赏月，兴致一来还能吟诗作对，别有一番滋味。另外像是厦门鼓浪屿、敦煌鸣沙山，在沙漠中赏月别有一番风情，都是陆媒推荐大陆最美赏月地之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